好，我们来看一下“流水落花春气也”这一句，其实和上片的这样一个“春意阑珊”是相呼应的，对不对？哎，春意阑珊，哎，春意马上就要消退了，就没了，对吧？就像流水落花，春归走了，去走了一样，对不对？春意。流水落花春去也，对不对？同时也暗喻自己呀，是真是来日无多，并且怎么样，不久于人世了，对自己的这样一个命运的一个简单的哎比喻性的一个介绍，对吧？天上人间这一句呢，哎，我们可以说它猜测会比较多，哎，可能大多数认为它是这样白居易《长恨歌》中的一个翻用啊，《长恨歌》中是说这样的：但教心似金殿间。哎，天上人间会相见，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坚定坚强坚持的在一起的话，哎，天上人间总会相见的，对吧？哎，所以说天上人间呢，其实它是一个哎，就是集合直接会用的，并不是说我天上和人间就是并列的这样一个词语，所以说在李煜呢在这里用到这个词呢，可能也指的是自己的一个最后的归宿。我可能就是你想想，哎，其实南唐李煜啊，这个南唐后主李煜，他在最开始的时候啊，哎，遇到这样一个被俘虏啊，或者被鄙视啊，或者这样一个这种状况的时候，他其实想过自杀，哎，想过很多次啊，比如说我上吊自杀这样这样的，但是呢都没有成功。所以说，其实他在这里这时候已经是什么，形容槁木，心如死灰了。所以说，哎，这种最后归宿的一个假想也是非常正常的，对吧？好，应该指出呢，我们在这里再回顾一下李煜的词抒情特色呢，就是善于从生活实际出发，抒发自己人生经历中的真切感受，自然宁静，含蓄深沉，对吧？他不需要借助别的，只需要把自己真实的生活状况、真实的一个情景描述出来就可以了。那么这对抒情诗来说，原是不假外求的最为本色的东西，哎，因此他的词无论是说这样一个伤春伤别，哎，对吧，伤春悲秋也好，还是说心怀故国也好，都写得格外的感人，哎，不做作，对吧？同时呢，李煜又善于把自己的生活感受同高度的这样一个艺术概括呢结合起来。身为亡国之君的这样李煜，那么在词中很少做帝王家语，对吧？倒是以近乎普通人的身份呢，诉说自己的不幸与哀苦。也就是说，他没有在这里说啊，国家姓怎么怎么样，对吧？哎呦，我的国家，我应该重振国土等等这样一个大家之气。他只是简简单单的描述自己日常的生活。哎，这些词就具有了可与人们情感上互为沟通。唤起共同共鸣的一个因素，对吧？所以说你看到这个你也会觉得亲切。它并不是说哎，如果哎，即使你不知道他的这样一个亡国之君的身份，你看到那样的词你也会觉得只是简单的一个人在诉说着自己的悲情而已，对吧？你也能够简单的理解。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这个非常著名的作品《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再来看读一下：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哎，非常有名，大家完全可以背下来啊，现在可以暂停一下背一背啊。那我们来分析一下。好，首先第一句，春花秋月何时了，我们来看一下春花秋月，花月，对吧？为什么是春花和秋月呢？其实春花指的是哎，花在春天的时候开得最旺盛的那样一个时节，对不对？秋月，哎，秋在月啊，月在秋天的时候，在中秋的时候是最圆的，对不对？所以说最圆最明亮的。那么在这里极力描述春花秋月，指的是一个什么呀？非常华丽，哎，这种非常美丽的乐景，对不对？哎，你就会觉得啊，是一个繁华的一个景象。好，那进一步来看一下，何时了，也就是说他在讲春花啊、秋月啊这样的乐事、这样的美景、这样的浮华之事，何时能够休止呢？其实在这里的春花秋月就是讲自己以前的那些美好时光，对不对？哎呀，这些美好的时光反复在头脑中萦绕，对不对？在我的脑海中反复出现，你们什么时候能停啊，对不对？其实是一个问句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感情上体现了一个物是人非的状态。那么在这样一个
时不与我的这样一个时代，他觉得自己现在的生活和以前的生活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江南旧物，江南故人，而现在只是一个我存在，我已经和以前的时光脱离开来了，对吧？我可能再也回不到那种春花秋月的时代了。所以说，你们再不要来骚扰我了，我已经太痛苦了，你们还让我勾起无限的回忆，让我显得更痛苦，对吧？春花秋月何时了，对不对？好，那么今昔对比，感慨今非昔事，对吧？以前是多么的美好，现在却完全不能及。好，那么继续，往事知多少呢？往事指的是什么？什么样的往事呢？哎，江南旧事莫再提，也就是我以前的那些事情，对不对？正好两句，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哎，春花秋月的那些往事还能有多少呢？对不对？我们再来看一下江南旧事，你看看他以前的生活，在他的这个玉楼春里就提到了。你看啊，哎，晚妆出了明积雪，春殿平娥鱼贯裂，也就是哎，他这皇宫中啊，美女如云，对不对？你看皮肤多好啊，化了妆啊，然后就是这些美女都鱼贯而入，鱼贯而裂，对不对？哎，然后再讲讲，哎，你看下面这个，凤箫吹断水云闲，重案霓裳歌遍彻，对不对？哎，到处都是歌舞升平的样子，有奏乐，哎，有舞蹈，哎，然后飘香屑，醉拍栏杆情未泄，也就是在这里啊，这些哎，这种香味又扑鼻，就是一派这种非常美好的华美的景象，对吧？哎，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也就是说，哎，我们差不多了啊，夜宴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就回去休息吧，你们也不要怎么样点燃蜡烛了，我只是希望哎，骑着马带着我自己心爱的人回去，对吧？所以到这里你就会看到他以前的这么潇洒的这种奢靡的这种华美的这样一个生活境况，对不对？那么再想想自己现在的处境，只在一个小楼里默默地吟唱自己的诗歌，对吧？所以说旧日南唐好景休看，我真的不能再想起来了，对吧？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小楼昨夜又东风。这个又字其实可以好好的来思考一下。首先，为什么词人知道是小楼东风呢？哎，虚写，首先东风吹在我的身上显得更加的凄凉，而实写的确是在夜里凭栏的时候感受到的一个凉的东风的一个状况。好，那么词人为什么凭栏呢？哎，离愁别绪，百味杂陈，并且真的是睡不着，我真的需要思考，需要想，对吧？国破家亡，穷穷竭力，形影相吊了，对吧？它是一种违命之苦，一种苟延残喘之苦，我在这里真的身不由己被监压，而且还要受到各种各样的嘲弄，对不对？哎，我觉得我作为一代君主能够沦落到这样一种丧家之犬般的待遇，我觉得实在是没办法忍受，对吧？好，苟且偷生的小楼又一次春风吹拂，其实在这里的又哎，表明他在这里监禁的岁月又多了一年，对不对？小楼昨夜又东风嘛，对吧？又多了一年，春花又将怒放，回想起南唐的王朝，李氏的社稷，自己的故国却早已被灭亡。哎，现在李煜他身居囚屋，听着春风，望着明月，春风又一次吹起嘛，对不对？哎，触景生情，那么愁绪万千，夜不能寐。一个又字表明此情此景已多次出现，这精神上的一种痛苦真的是让人难以忍受，对吧？又点明了春花秋月的时序变化，那么词人降纵之后呢，又苟活了一年，加重了对上两句流露的愁绪，也引出了词人对故国往事的一个回忆。春花秋月何时了的状况，一年一年又一年的发生，对不对？春风吹了一年又一年，但是我在这里仍然要煎熬一年又一年。好，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对吧？好，我们继续来往下看，雕栏玉砌应犹在，哎，只是朱颜改。虽然哎，我们刚刚说故国不堪回首，
但却又不能不回首，对吧？这两句具体写的就是我回首故国的时候，月明中的故国，哎，它的样子雕栏玉砌，对吧？故国金陵华丽的这个宫殿大概还在，只是那些丧国的宫女朱颜已经改变了。其实朱颜改的不仅仅只是朱颜，而是整个国家的一个命运，对不对？这里暗含李后主对国土更姓山河色变的一个感慨。朱颜一词在这里具体可能指的是原来宫中的那些美人，对吧？红粉佳人，但又是指泛指一切过去美好的事物、美好生活，对吧？大家应该可以体会得到。好，以上六句，我们刚才说到了上面的六句，哎，竭力将这种美景与悲情、往昔与现在景物和人事的对比融为一体，尤其是通过这样一个自然的永恒和人世的沧桑的这种强烈对比，过去怎么样，现在怎么样，过去我是什么心态，现在是什么心态，对吧？把这种蕴藏在自己的这样一个胸中的悲愁、怨恨、悔恨，哎，曲折的这样一个有致的表现出来，凝成啊最后的绝唱，哪一句啊？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诗人先用发人深思的这样一个设问，点明抽象的本体的愁啊，哎哎，问君你有多少的愁啊？它像什么呢？像春水，哎，用满江的春水来比喻满腹的仇恨，极为贴切形象。不仅显示了这种仇恨的悠长深远，而且显示了这个仇恨的这种哎，翻滚汹涌澎湃，对吧？充分体现出奔腾中的感情所拥有的力度和深度，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绵延不绝，力大无穷。好，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一句的一个简单的